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叔，欢迎收看本期大事观战，来观战一下蓉蓉的蜘蛛勘探。哎呦，那个勘探心理回忆的心理咒术佣兵，哎，这道阵容黑白双煞打蜘蛛，这个感觉已经回到了对吧？很多年以前啊，两年前吧，2020年的时候，好像差不多这个时间的时候啊，黑白双煞打蜘蛛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对抗。这道阵容打蜘蛛，我觉得求生者和蜘蛛五五开，然后看操作，真的是看操作。他这个很吃操作的，这套阵容操作好了，他的一个上限高。但是呢，你一旦操作不好，取消一次插刀，这个蜘蛛雪球就滚起来了。第一块磁铁，这边的话断一下，应该也是走不了了。应该感觉60秒的击倒呀，80秒都拖不了。这边10秒钟以后磁铁消，蓉蓉这边的话闪现可能都能省下来。他这边反向绕一绕，然后三连珠四一步的，这边的那个磁铁要消。哎，弹了也行，弹了也行，大不了我交个闪现好吧。吸手可以，再补绕过来。你还想走三连珠丝？蓉老板，猎刀可以。80秒，1分20秒的一个击倒，因为省下了闪现，我觉得不亏不亏。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可以奠定一个什么呢？蓉蓉输不了的这局，这局只有可能他赢，输是输不了。这勘探员后续在蜘蛛面前溜不起来的，真溜不起来，可以说就没有一点点机会，除非外置位有一个别的人来帮他辅助一下。帮他吃一刀才行。这边的话加速先打一刀，然后这边三连珠丝他有闪现的，这边的话有闪现，没有能救下来的话，这人救不下来。吐一口，一刀漂亮，这个三连珠丝加速刀，然后回身过来的这一口一刀是一个老蜘蛛成功防守的必备啊。那没了呀，结束了呀，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佣兵，你说这波救不下来人吧，这个位置我们看的人都知道救不下来，真不是他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，他操作上面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这个位置三连蛛丝牵起来气球刀打，再补勘探员弹一手。好的，佣兵下来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，这一波的话先打佣兵，佣兵倒地。勘探员不能放，这勘探员不能放，这勘探员一定要追，因为这个时间点如果换挂的话，勘探员放他外面修机，这个局有可能会让穷者重新盘活的。蜘蛛的容错率没那么高啊，这边加速过来一刀，那边佣兵倒地，心理血压一时半会儿摸不起来。蓉蓉这边的话一定是过去管佣兵，他一定过去管佣兵，佣兵这边是挨了3刀，心理血压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摸不起来的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摸起来啊，50多点蛛丝，有一波三连的机会。补，听到在摸的声音，能起来吗？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那幸福二选一啊！先追一刀，一个回忆，那就留你了啊！回忆就留，哎呦，那交闪现了，可以，这把回忆给力啊，感觉已经是崩到不能再崩的局，居然通过那一波救人，然后这边牵制还把闪现给逼出来了。但是佣兵是一刀没有了任何的道具，外面的机子不够啊，差一台机。我们看外面有没有遗产，外面没有任何的遗产啊，可以算是没有任何的遗产了。那这边咒术师来救他也是个白板，哎呦，这个咒术师皮肤还蛮好看的，打一刀。好，蛛丝的话不太够，但二选一可以留一个，取消擦刀，吐一口，然后再一个抽刀，漂亮，好流畅啊。这个刀打的我相信观众看的都觉得很舒服啊，非常非常的流畅。哎，好，这边还有个蛛丝加速，他这边是要让佣兵去救人吗？那就是放了佣兵一个救人的身位，其实我觉得这边人放下打佣兵会更稳一点。这样的话咒术师两层锅，佣兵这边搏命不好像用处也不是特别大，问题倒不是不大，因为他这边没有机子。吐一口嘛，不吐一口打针对，打了一刀佣兵，然后手里面蛛丝够三连，
这样的话确实啊，我觉得这波他选择过来去这样子打，反而给到了熊者拉扯的机会。那幸好这机子不够了，那你说万一这边是一个 50% 的遗产的话，这个局是熊者有可能能打成一个三人开门战的啊。这一波我是真没想到，当时就直接不要让佣兵有机会走掉，一刀漂亮，太快了，再切回去挂上咒术师，然后那边捞下来，捞下来意义也不大了。这样的话回忆在脸上，哎啊，懂了懂了懂了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么玩的，后面开始人情世故了啊，还有这说法，怪不得那波牵着。那你打完佣兵让这个摇下来也可以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觉得当时那波应该是他有别的想法吧，不太可能是正经就是能打赢然后再这样子去换节奏。吐一口啊，跳个地窖，跳个地窖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打是打得真不错，就这个操作呢也没什么好评价的了，对吧？这可是蓉蓉，他不是蜘蛛，这个角色叫蓉蓉，就这么一个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是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